如萍你好啊。Hello， 你好。觉得点啊？今晚个气氛？我觉得今晚好好啊，同埋我见到咧，今晚颁奖都多咗好多新演员啦，新嘅歌手啦。我觉得香港电影香港金像奖好支持我哋后生一代，所以我觉得好鼓舞，好兴奋啊。其实你都系算系比较 young 嘅一代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即系依家香港电影冇以前咁即系发展得咁即系盛况啦。你自己点样去睇呢？我觉得。只要那团火不熄一路坚持，香港电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同埋我觉得自己身边都好多很有才华的导演，都希望他们快点开到自己的戏，然后找我演啦。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角色特别想做？其实我觉得演员就不要夸死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喜欢挑战的女仔来的，所以各位导演有 casting 不妨考虑一下我，我都会给到惊喜你们的。那你自己有没有跟自己 set 到什么 target 啊？其实冇喎，因为我觉得有时 target 系会令到你进步，但亦都会令到你好窒息嘅。我系一个几健步行步，同埋喺活在当下嘅学习嘅心态咯。我觉得平时就装备好自己，因为你唔知机会几时嚟。咁我觉得演员就冇得话 target 啲乜嘢嘅，因为嘅希望越大，心望越大。我觉得做好自己，做好当下，装备好自己就已经够啦。